现在呢，打开这个电源开关，这个电流给它调节到30，把这激光头拉到这个，你拿张纸铺到这个下边来，按下面板上的激光测试键，让它打出来一个点儿。假如说红光它不在这个位置之后，咱们怎么调整呢？这边有一个固定螺丝，这里给它松开，稍微松动一丁点儿，这激光头不要移动。我现在手拿手机不方便，就是左手按着这个激光头，右手去松这个螺丝，松动一丁点儿，这个镜架就会移动，然后把它调整到给打出来的这光点一致就可以了。然后左手扶着激光头，右手弄这个夹具，然后往右给它拧紧就可以了。